这个总统杯钓鱼比赛。全国性的现在举办一个总统杯钓鱼比赛，有这个规模了啊，举办国际性的钓鱼比赛。我看第一个报名的国家一定是日本，对吧？日本钓鱼也很兴盛啊，再一次代表蔡英文总统感谢蔡其昌啊，真的是了不起的啊，了不起。他当立委，我也当过立委啊，同样服务钓客，我想的就没有他周延，也没有他想的那么远。然后成果也没有他做的那么的丰硕，真正是了不起。